四壁笑意锁在心里。四夫为己，命运密选不忘忠君。中华有三宝，忠孝义，挥军少林寺何为义。十三魂僧合力守护唐王少林，武功土匪梦境独当一面决心。所以更加努力，早日被人相信。学会使用兵器，失败也不放弃。我始终坚信，忠孝义给予我更多勇气。保护少林寺是我们的使命。礼教不改，我们就是这样走，让你们练。哎呀，我的脚！废，连个脚都不会踢。啊啊！我的脚！师傅，这是个铁球！哎呀，我的脚 啊！你们快耍我啊！师傅，真想进少林寺？我报仇，我杀了王子。都说100遍了，只要能进少林寺，学了真功夫，杀了王子，替我爹报仇，我当不当和尚都无所谓。不是真心想当和尚，早都看出来。你怎么了？我哪里说错了吗？好好的，当什么和尚？你看谭宗师傅多好的人，连个亲人都不在身边。好好好，我不当和尚，只学功夫。你别生气了。这还差不多，走。师傅，你看看我能不能进棍僧的队伍啊。
我的武功您是最了解的了。你是武功最好的，可是我是力气最大的，谁不服单挑，我也能进吧。牛力气最大，按你来说牛也能进。我做的木鸟能飞上天，我做的蛋钟能吓死乌鸦，我这算不算功夫啊？你算个好木匠。师傅，上次土匪抢我姐姐，我邓是深入虎穴救出我姐，你要是不收我，天都不容。你装女人最厉害。师傅，我的醉拳可是您的真传呢。你也就喝醉了还行，总不能每天都抱着一坛子酒来练钟吧。好了好了，大家不要笑了，我说了，想要进这支棍僧队伍，除了功夫好，还要考察大家的人品，忠、孝、义，缺一不可。只要你们愿意，我会好好教你们。但是谁能最终入选，就要看你们自己的造化了。继续努力吧。走，练钟吧，练钟去吧，走。各位走过路过的父老乡亲，发财的机会来了啊！要抓住奸细，没钱的能买钱，没媳妇的能娶到媳妇。你这么卖力，怕是县太爷给你不少好处吧？放屁，乱说话，小心老娘抓你去衙门。靠上县官了，有靠山了。再胡说八道，信不信我找人把你家房子点了？兔崽子，敢戏弄老娘，瞎了你的狗眼！让开，让开！都笑我不喝酒就倒着醉拳，我今儿个倒要试试。别这就不信了。难道是我感动的菩萨，他老人家送的？竟敢在寺内泼剑，把他给我送进礼堂诛诛少林。好酒啊，好酒。不好了不好了。怎么了？你们快去借力堂
戒律堂，怎么了？红鼻头喝酒被谭冲师傅给抓住了，现在正在戒律堂里受罚，马上要被逐出少林寺了。啊，走，快快快快快！方丈，谭冲师兄，这谭宗，你来的正好，决心在寺内喝酒破戒，被我当场抓住，戒律堂要把他逐出少林寺。你可有异议？决心，你当真喝酒破戒？师父，我在练功，但怎么打都打不出去拳，于是就喝了点酒试试，结果被谭公师父发现了，就……方丈，你也听到了。我们武僧各有绝学，红皮头恰好练的是醉拳，这方丈，谭公师傅，这件事我们也有错，我们愿意一起受罚。这件事情跟你们有何干？是他不守司规，理应受罚。谭公师傅，那天是我们几个笑话他醉拳打得不好，刺激了他，他才借酒去练功夫。我们都有错，要罚，连我们一起罚吧。都是我的错，昨天大郎酒是我买的，是我放在那里的。好了，谭空，他本是武僧，修习的又是醉拳，只是不该在寺内喝酒破戒，逐出山门。有些不妥，还是从轻发落吧。既然方丈说了，就将你放逐山下的柴房一个月，以观后效。现在没事了，红笔头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你还记得你昨天打的醉拳吗？哦，我又忘记了。我想喝酒，不，我喝水。你的功夫既然这么好，不如你教我吧。我才不厉害呢，我连我师父的皮毛都不够。真的？你是和谁学的？我是跟谭宗师父学的，但是少林寺的武功不外传，谭宗师父只是随便教我几招。妈呀，随便教你几招都这么厉害，我一定要进少林寺学武术。少林寺可不是随便进的。那怎么办？武侠，你帮帮我呀。都忙自己的。师傅，你们还是回去吧。一个月会很快过去，你的功夫为师也是知道的。等你回来，一定让你加入武僧队。真的，师傅，我要能混进武僧队。当然了，你的醉拳打得那么好，一定能加入武僧队啊。你鼻子又开始红了，又要喝酒了。灌水，给他灌水啊。别喝了，喝吧。
小宝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谭宗师傅，我想进少林寺，求你收我为徒吧。真的想进少林寺？我做梦都想进少林寺学功夫。杀了王仁泽，替我爹报仇。师傅，谭宗师傅，你不答应，我就不起来了。答应他吧。这事儿还得再问问方丈呀。方丈，我爹被王仁泽所杀，我要替我爹报仇，我一定要杀了王仁泽。万事都有因果，皆不可强求。孩子，听我一句劝，少林寺也许并不适合你。方丈，我爹死了，我的家也没了，求方丈收留我。方丈，此人杀气太重，来路不明，不宜留在少林寺。也是个可怜人呐，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，就为他剃度。你们都是绝字辈的，法号绝远，就先留在本寺做个小沙弥吧。谢方丈。我叫绝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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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绝远。师父，我想当武僧，可以吗？不行，从今天起你就先去厨房做帮工吧。谭公师父，我真的很想当武僧。你报仇心切，心性浮躁，先去厨房磨砺心智吧。是。绝远，在少林寺内到处都能学到功夫，你不要泄气。你开始也是从厨房做事吗？当然了，你以为我们武僧一天到晚都练武啊？除了练武还有好多好多事情要做呢。八子哥，要不你偷偷教我武功？这可不行。不就一点武功吗？祖父家徒四壁小一梭子心，祖父为情命运不旋木王中举。中华有三宝，忠孝义，汇聚少林寺何为义？十三魂僧合力守护唐王少林，武功突飞猛进，独当一面决心。中华三宝，忠孝义，汇聚少林寺何为义？勤耕教习，
多大力气，所以更加努力，早日被人相信。哇，学会使用兵器，失败也不放弃。小鲁班，你能不能做个这么大的？这样我就能骑着到处飞了。叶儿掉了，你不就算是肉饼了？绝缘，没有做不到，只有想不到。你让小鲁班给你做个玩具吧，可好玩了。我想求鲁班大师帮我一个忙。说，啥事？我们平时挑水的木桶都是你做的吗？是啊。怎么了？好好的木桶本来是平的，你怎么做成尖底呢？这不是折磨自己吗？想做平桶啊，你找方丈去吧，没他同意我可不干，我自己来锯掉。哎，我可不给你提供犯罪工具。小宝，尖底桶是师傅设计的，就是为了锻炼我们的臂力，你要找找师傅去。提水也算是练功？我怎么没想到，我去打水去。小姐，让开，你们都给我让开！干什么去啊？没干什么，我带弟弟出去走走。手里拿的什么呀？没有啊，什么都没有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就给那个小子送吃的去。爹，弟弟从小在家娇生惯养，在少林寺练功多辛苦啊！我给他送点吃的，解解馋。胡闹！咱少林寺是佛门境地。这么做是在破坏少林寺的寺徽。爹，没你说的那么严重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别人知道的。我走了。把大小姐带回房间，没有我的允许不准出门。爹，你不能管我，弟弟饿了一天了还等着我呢。天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。你饿死他算了。送大小姐回房间。不行，我不回去。爹，爹，你让我去吧。爹，爹，爹，你让我去吧。爹，臭小山，西门枝头草，感伤。